头发花白的罗吉台与小学同窗坐在一块儿，他们已经从新湖国小毕业80年了，与老朋友见面格外开心。同学啊，第二次面摸到摸着呢，那毕业是不去忘念的。那今天这个县长也亲临来给我们这个祝贺，来这个校友也很踊跃，所以这一点呢、我们觉得非常的欣慰。新湖国小日据时期就创校了，今年刚好是80周年，邀请了80岁以上的校友一同相聚。最年长的校友就是日据时期新湖口公学校第3回的罗吉台、徐瑞鹏、何启言，连同其他校友一共60位，相聚时刻非常温馨。邱县长也一起参与了这动人的一刻，与这些老新竹人一起谈笑风生。回来参加了很多80岁以上的，有60几位。我代表新竹县政府团队，恭喜所有的新竹国小毕业的这个长老，都是现在有以上啊，有活到91岁的，都今天来了。新湖国小创校80年，见证了新竹县的历史轨迹，也与新竹县一同成长茁壮，培出许多优秀学生。期望老校友的相聚，凝聚新湖国小共同世代的力量。